不然你就是这三面窗啊，两个框还有一个拱门都拍到。嗯，对。陈老师，你帮我，我要这个框。好。这个框就好，这个旁边框就好。淡蓝古道有三条，三个段了。阿宝，你拍这样子啊，这样斜过去就好。那个拖把不要拍到，你拖把，拖把，拖把把它对，把它放到旁边去。来这里这样，啊，你可以真的是五米，啊，我这边，哦，可以哦。好，笑一笑。好，谢谢。这位大哥厉害，跟女生一样爱拍照。对啊，对啊，他很爱拍。爱拍就好啊。没有活动的时候，他最早期都有拍一些。哎，谢谢。